声音是需要时间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做出一把小提琴，它的声音是这个声音，但是它三年以后、五年以后、十年以后它的变化，你能不能掌握？那时候它要成为什么样的声音？所以你必须要有十年、二十年的经验，看见你的琴的变化。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我不能够现在做一把马上客人一拉就说我要买的琴，可是我要做一把三年以后、五年以后、十年以后大家都向往拥有的把琴。也许现在你不要，可十年以后你会后悔。其实琴需要时间，所以那个完美跟理想需要时间。意大利人他们往往当有一个动机在他们心中产生的时候，有了一个新的 idea 出现的时候，有一个新的理想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就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。他们很执着的、很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。